国会改革法案17号第一次审查朝野，在当天早上7点争抢主席台的画面曝光了。您可以看到呢，签到处蓝委万美玲老早就在等待，而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则死守住了门口，而吴春城呢是用轻快的步伐第一个进入到议场里面，后面跟着的是蓝委叶元之以及严宽恒，接着绿委陈培瑜原本会是第一个进入到议场的民进党立委，没想到摔个四脚朝天，同党立委王美惠看他爬起，两个人就直接进入了议场，而在带领看到另外一个镜头是徐小新和陈亭妃以及郑正乾要进入议场的时候，郑正乾不小心把陈亭妃给推倒，因此三人都跌坐在地上，接着陈亭妃和徐小新两个人就在门口拉拉扯扯，而且徐小新是抱住陈亭妃的大腿不让他进入议场，而罗廷伟站起来后呢，也直接是死守住了议场的大门，不让民进党立委给进入。 而针对陈亭妃要对徐小新来提告蓄意伤害，徐小新是说监视器的画面非常的明确，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踹或者是打陈亭妃委员，因此他的破皮或者是手受伤并非是他造成的。